神秘国家的故事。We are here. 你好，请问有人吗？这里，这里。哦，可是你们是谁啊？啊啊！你好，你好，我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小伶，我现在正在找回到现实世界的路。The flower crocodile sent us. 啊，我知道。哎，我已经收到了花鳄鱼传给我的信息了。可是太可惜了。难道你们不喜欢这里吗？这里确实是有很多神奇的地方，但是我太想念我的朋友和家人了。That's so sad. Ah, we have presents for you. 哦？哇，这么大的宝石！你说来就来嘛，还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啦。啊，对对对对。回去的方法我倒是知道一个，来，这地图给你。哦，可是这地图不是破了一个洞吗？哎，待会儿会有朋友帮你拼起来的。完成之后呀，你只要按照提示找到城堡的魔法基地就可以了。真的吗？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啊，大富翁。Xiaoling friends, you can do it, and we can find the magic stairs. 没错，那就拜托朋友们啦。挑战今天的单词。嗨，大家好，我是 Summer， 欢迎来到小伶英语。大家看到没有？刚才小伶啊，已经直接拜托大家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帮助他。现在最后一块地图碎片，我们一定要加油加油！那么今天要学习的英文单词就是小伶即将上的楼梯。Stair, stair, S.T A I R, stair. 现在又到了学习好朋友单词的时间了。大家每次上楼梯是不是有点累啊？所以我们喜欢坐电梯，对不对？那么电梯的英文单词是什么呢 ？Elevator, elevator, E L E V A.T-O-R Elevator 好了，现在我们一定要搜集最后一块地图碎片了，当然希望叫出达米安，对不对？达米安出动！ You can do it.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stair! Not bad, but you can do better. Again.Ready? One, two, three, stare! Wow, that was awesome! 现在我们还要挑战好朋友单词了。Okay, let's go. One, two, three, elevator. Not bad.But come on, let's turn it up. Ready? One, two, three, elevator! Wow, that was awesome! 小伶终于拼凑好了地图，找到了回家的方法。唉，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分别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等到小伶回到城堡，还有更多更多精彩的内容会发生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在很久以前，小伶坐着干嘛呢？你还不知道吗？在读童话呀。童话？去微信搜索吧。